因为加上就是现在天气非常的闷热，所以内衣一定要挑选舒服、好穿、透气、不勒肌肤的。因为我生完小孩，我深深的感受到，我真的是完全就是爱上了无钢圈的内衣。直接说，自从我生小孩，知道我怀孕的时候开始胀奶，胀奶的话，你又穿有钢圈的内衣，会瘦底下，会整个完全没有办法透气，而且你孕妇就是要舒服啊，那为什么还要穿有钢圈的内衣，让自己束缚在那边，反而是非常的不舒服。那这一次呢，我介绍的 VC 的内衣，它这一款这个是小胸部专用的，是让我为之一亮，因为它这个话是连我现在是 B 罩杯，因为我是小胸部的 VIP 吧，就算是小胸部，它也可以把你的小小的乳房把它吼得屌屌欸，就是把它扶得稳稳的，不会让它这样子乱晃，所以是让我觉得说这是无钢圈内衣里面算是真的很舒服，而且还蛮厉害的一款。那我先跟大家讲，它这款的话也 还有其他的颜色，那它的绿色有点像是蓝绿色啦，可是它的颜色这一款是真的还蛮显白的，让皮肤会显得比较白。那大家看一下哦，它的材质是真的非常的舒服，你看这样摸，而且它是一体成型的，它像它无钢圈的话，它就下面这个也做的包覆的很好，而且很 Q 弹哦，它也是有一点厚度的，所以呢，小胸部也真的不用担心说就是不会没有办法暴乳，它这一件真的可以暴乳，你看它的厚度，侧边的部分也是做的非常舒服哦，全部材质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它这个里面。你看它还是有做包边的设计，所以呢，如果你穿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肌肤会有刺刺的问题。那它背扣的话是设计这样子，有三段式是两扣的，我自己的话都是扣最后一个，因为我比较喜欢舒服一点这样子。那当然它的肩带是可以拆的哦，那刚开始买来的时候它会有旁边会有标那个标签，但是再记得拆掉就好，肩带是可以拆掉的，是可以拆掉的哦，也可以调整长度，这一点是绝对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女生最重要的就是还有私密处的最贴身的东西就是内裤，我也不瞒大家说啦，我生完小孩之后我屁股变大，后来大腿肉也比较多，因为我主要是胖在下半身的部分。那它的内裤也是跟这个是同款的哦，颜色是一样的，如果喜欢成套内衣的女性呢，可以购买这种，这个颜色真的是超漂亮，而且非常的显皮肤白，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颜色，因为它这个材质丝质是跟内衣是同一样的哦，而且它非常有弹性，我这件是 L 号，那它一样跟内衣的包边都是一样的，都是非常舒服的那一种。主要是他们 VC 内衣里面还有内裤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完全都是包边设计，而且它主要的那个胯下裤裆的地方，就是胯下裤裆，就是在走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知道我穿那种材质不好的内裤，它的该逼是会很痛的，而且磨久了，你有时候晚上回家你洗澡的时候，你看到那边是有点红红破皮那种感觉，比较严重那种的状况是这样，我是真的有遇过。所以但是我这一次穿上他们的内裤是真的非常的舒服，我光只有试穿拍照的时候我就真的爱上了，之后我有穿一天，真的是让我完全不会有荨麻疹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的肌肤啊，就是有荨麻疹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如果你们有荨麻疹的人一定可以感受到这种痛苦，只要是有那种外在的压力或者是有那种比较紧迫会勒在肌肤上面的话，过一段时间那个荨麻疹都会长出来，而且是会慢慢的扩散的那一种，他们这一款内衣内裤都不会。还有呢，第二款的话，这个呢我觉得大胸部的女生还是小胸部女生都可以穿，但是呢这一款呢我是还蛮推荐，就是有一点胸的女孩子穿会真的很漂亮，你有看到这个光泽很美吧，它这个
红色的红真的很红哎、欸，而且是红的很精致，它算是有点酒红色。如果是在影片上面看到的话，对不对？很漂亮吧？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它这一款内衣的材质是真的是非常的舒服，但是有缎面的感觉，非常漂亮。它这一款内衣肩带是可以拆掉的，那也可以做调整，长度的调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它背扣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双排扣，但是它还有再多附一节出来，就是可以加长它的宽度这样子。那它侧边的地方就跟刚刚上一款比较不太一样，是它的透气孔做的比较，你肉眼就可以看得到。那边边的地方也是有做包边的设计，所以呢在肌肤上面是不会有刺刺会不舒服的状况。它的内里的话是有做有一点凹陷的这种设计，它也会让你的胸线会更集中。它里面呢也是有做透气哦，这个呢也是无钢圈设计，也是这样子凹的，非常的 Q 软。当然它也有成套的内衣裤，它的内裤颜色是一模一样的，也是有光泽感。它这一件红色的我觉得是还蛮适合过年的时候可以穿，会让自己带来比较多那种喜气的感觉。那颜色色泽是真的很漂亮，它跟内衣是一样的。他们的内裤完全就是走非常舒适而且不勒肌肤，我真的就是重点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讲说，就是胯下完全不会痛，而且呢就算是大腿再大再肉的人都还是可以穿，因为我现在穿的话都是穿 L 号的，所以呢它大腿的部分都非常的舒适，不会有那种勒痕。这个是大腿的地方哦，也非常有弹性，就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是真的很漂亮。所以呢如果是小胸女孩的话，也可以挑选我刚刚第一款的蓝色那个，是小胸杯的那一种设计，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我自己是小胸的族群，所以我还蛮推荐，如果是小胸部的女生想要有点暴露的线条的话 OK， 你可以选择那一款。但是红色的话是比较喜气一点，他们两款是不一样的设计哦，所以你要仔细看一下。如果你们喜欢他们的产品的话，记得到他们的网站上面去看哦，我下面的资讯栏都会有放详细的网站跟连结给你们大家。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一次的影片，记得分享出去给你们更多的女性朋友看到哦。一定要穿上非常舒服舒适透气的内衣跟内裤哦，这才是多爱自己女生的做法哦。下次见哦，拜拜。